千玉真镜碧游金，三峰宝剑昊清平。海眼遭难，我师尊通天教主特赐此清平剑，助东海平定乱局。长根，太清圣人，你就这？海眼灾祸为功德可平，此定海神针与你。定海神针，太上老君亲手炼制，曾借于大禹治水，测定江河湖海深浅。今夜就让这件功德法宝再平定一回东海暴动，弟子定不负所托。你若有灵，当显灵性。这是定海神针上的功德金光。莫非海眼不是要龙族甜蜜，而是因龙族业障缠身并无功德，才要龙族用填海眼的方式获取功德，以抵消海眼中的天地业障？太上老君所言功德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回事？此前已有那么多龙族填进海眼，现在加上定海神针，难道功德还不够？那是功德灵珠。长寿，功德灵珠是金蝉。原来先前天海眼的功德被金蝉暗中窃走了部分，功德灵珠已被我击中受损，无法再吸取你们天海眼的功德。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。长庚道友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云霄仙子，我已参悟出填补海眼之法，只要有足量功德，就能终结今日大祸。分手各海的三教道友，请速来东海，注入功德，即可平息海眼暴动。大家的功德都快耗尽了。还是不够，怎么办？有劳诸位为我龙族费心至此。龙王，你海眼被迫，我敖广身为龙王，难辞其咎，所有罪责我
我一力承担。您得天庭神位，自身业障尽消，你不必再以身填补海眼。既如此，我便献出神位，为族中子民承担宿命。父王，我敖已愿替父献出神位，护佑东海龙族。一枚天海眼，虽是龙族自古必须承担的宿命，但龙族先辈犯下的罪孽，真的要龙族世代偿还，直到血脉断绝才能还清吗？剩下的交给吾来做吧。陛下，您功德今生已成，何不调天庭功德？迟疑片刻，便是生灵涂炭。吾昊天，既为玉帝，愿为苍生故。水神大人，那位天将士，他是玉帝陛下器重的一位将领，名为化傲天。西方家将凶手藏在了山里，还敢对神都师兄动手，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极其隐秘且更为宏大的计划。难道西方将要提前大兴？我们要提前出局。不便只有带太清师兄度化师侄一番了。圣人亲自出手，这就是太清圣人的破局之法。